分享一个 L 新出的素颜霜，长这样子。等等，有看到吗？那网络上还蛮多人在抢购它的，而且有很多平台都开始有贩售。那废话不多说，我先来试用给大家看。那先说为什么要试用它，因为它强调就是说它里面含有保水，就是玻尿酸的成分。那还有添加一些成分是让我们一整天擦拭下来之后，它不会出现油光，所以等一下就来用看看。你们看看这两面，确实这边是没有上素颜霜的，那这边有。那你看哦，我这边皮肤本来有一些敏感跟红红的地方，还有一点小斑，那这边是完全就遮住。不过你看远看，其实还蛮自然的，真的很像没有化妆，所以其实出门擦这个话就真的是无瑕感，真的还不错哎。哦，有没有？就是把一些小瑕疵都遮住了，然后看起来真的很像没有化妆。分享，如果喜欢的话再跟我说，因为我认识一个团妈，我们一起团购，真的还蛮便宜的，所以喜欢的朋友再告诉我，再报好看给你们。 OK， 这是今天的好物分享哦，拜拜。